穿，我问你话呢。老板，看明白了吗？看明白了。你知不知道照片上的这位女士是谁？是副总裁您的母亲。那和我母亲跳舞的这位男士又是谁？老板，我用我的生命向你发誓，不是我。你给我滚！我瞎吗？我看不出来。有人告诉我说他是你爸爸。那不可能，老板。来，你看这张照片啊，就照了半张脸。再说我爸就是一个大学食堂里的厨师，他根本就没有那跳舞的天赋。你别让我查出来，如果是他怎么办？按传统办，我订个饭店。车队这块老板你根本就不用担心，我有几个有钱的哥们儿都能给咱出车，然后全程咱们录像，我再找个司仪。你说什么呢？道歉呢，这事儿必须得公开道歉呢。普通员工的父亲和副总裁的母亲纠缠不清，那不要命了。你是不是唬我呢？不想干了是吧？老板，我昨天刚提的主管，咋能说不干就不干呢？那好，今天我就不走了，我就在你家等你爸爸回来，我要当面问他。如果是他，你必须得帮助我说服他离开我妈妈。成功了，我让你飞黄腾达，怎么样？那要是失败了呢？我让你飞向太空。哎呀！爸，妈呀，你俩搁家呢？爸，我不搁家，我搁哪儿啊？你搁哪儿？这个点你应该在单位，也不应该搁家呀。爸，家里来人了。你谁呀？你好，我是。不重要。明川啊，你过来。哎，那个，爸跟你说点事儿。你走吧。我上哪去呀？爸想吃冷面了。你爸给你拿500块钱，你去趟延边，给爸买碗大冷面。如果你要回来路上饿了，你给他扫了也行，行不行？爸呀，买碗大冷面到延边去啊！儿子，延边那冷面呢 ？Perfect， 这是明摆着要给人支走啊！哎呀，姑娘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打断你说话了。你谁呀、啊、你啊？邓叔叔您好，我爸姓张。你爸姓张，你为什么姓邓？怎么随我妈姓了？漂亮。张叔叔您好、哎、我跟您自我介绍一下、我是邓明川的一位普通朋友，今天我来到家里是专程拜访您的、有个事儿呢想让您给我个说法，这关系到你家明川的未来。滚。她是不是怀孕了？说啥呢呀，爸呀！我吃了一屉雄心豹胆，我也不敢跟他谈恋爱呀。那到底谁怀孕了？爸呀，这里边就没有怀孕的事儿。行了啊，明川，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俩唠了啊。只要不是你谈婚论嫁的事儿，那都不算事儿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别老在家里待着了，你都待颓废了。正好你朋友不来了吗？领你朋友看个电影啊，吃个饭啥的，行不行啊？爸不陪你玩了啊，不陪你玩了。叔叔，姑娘，失陪了啊，失陪了，这给你，我时间紧急。老板，你爸干嘛去了？我有话要问他呢。我爸到。里屋上趟厕所，上厕所是吧？好，那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瓶酒哪儿来的？哎呀，这瓶酒是我爸上个月过生日的时候，他一朋友送给他的。这瓶酒是我妈前年过生日的时候，我送给我妈的。前两天我还问他呢，他说啊，那瓶酒啊，它圆咕隆咚的，谁知道咕噜哪儿去了？老板。你千万别生气啊，整件事我已经分析得明明白白的，老板你放心，一定给你处理得漂漂亮亮。你怎么处理？我赔你一瓶酒。邓明川，你用你脖子上这玩意儿好好合计合计，这是一瓶酒的问题吗？赔你一箱。我给你一箱套。赶紧过来，来，我问你啊，假如他俩真的谈恋爱了，以后你在公司怎么称呼我啊？那我在员工心里还能有微信吗？你是叫我老板还是叫我老妹儿？来来来，你告诉我来。老板，首先我觉得咱们这个称呼可以不要那么具体，你可以广泛一点。你好比来说，我见到你，我说哎，那谁，你过来来。哎，老板，那是我，你叫我哈，就咱俩偷摸的。哎呀，这也不好。老板，我要表达的是啥？我想跟你说的就是，我要说我编不下去了。那张照片中第一眼看的就是我爸。漂亮。老板少喝点，醒醒就行啊。哎呀，这个还不走呢。
不是，咋造上了呢？这我啊，造酒啊！来，姑娘，你喝什么酒呢？我这酒味道不错呀。姑娘啊，你到人家咋随便拿你酒呢？味道你知道这个酒对我多大意义吗？就是你动什么孩子？你心里家有没有点素质啊？人生长一场戏，邓明川，你能不能管管你的朋友？老板，你放心啊，老板，咱都别说了，行不行？今天这事儿啊，我处理。我都没舍得。老板，我大义灭亲了。干啥呢？爸，几点了？他想唱会儿歌，我这个职位呀、啊，你唱什么歌呀、啊？唱歌、啊？我其实很压抑。啊、你干啥呀？集团年会上我都没这么放肆，今天豁出去了，给我你的肉和你的药力。几点了？让我们肉和在一起，让你邓明川。不要在意昨日的忧伤片段，不要理会那些未曾兑现的承诺，让我们一起摇摆，全场的朋友嗨起来，一起摇摆，哎哎，别做了别做了，我迷糊了，忘掉所有伤痛来，痛吧，一起摇摆，叔叔一起来呀，转起来就不晕了，什么？完了，家里来客人了，我刚才让你俩走，你俩不走，赶紧给我进屋去。进就进，我倒要看看是谁。老板，我爸根本就没有跳舞的天赋，这还没天赋呢，都快跳飞了。老板，你听我说，我爸刚才那两步啊，这不对。来了，我来了。那就请吧。就这么干站着，不打算带我参观一下吗？哦，我都跳懵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们家客厅，卧室，仍然还是卧室。这是厨房。这是书房，哎，杨女士，这个玩意你应该认识吧？这个叫做大门，它不光能进人，还能往外出。杨女士，来，你试一下，来嘛，来，你出来，来，干啥去？出去跳啊！外边冷，就在这跳就行。来。来，你进来，来，你进来，来，你进来，来，咱俩快点的吧，跳啊！杨女士，一会儿你儿子回来了，来，准备好，手给我，来，准备，5、6、7，妈，佳佳，等妈妈跳完这一曲的，妈，佳佳，你咋在这儿呢？不是，她是你妈呀？呸，不是，她是你女儿啊？这是我女儿佳佳，佳佳，你咋在这儿呢？她是谁呀？她是我儿子。你儿子？伯母你好，我是明川。哎，张先生，你儿子在家，你让我上你家跳什么玩意儿啊？杨女士，你先别说我儿子，我要重要的通知你，以后啊，你就别老找我跳舞了。咱俩谁找谁跳舞？你在家没啥事，好好管管你姑娘。你姑娘到人家，你知道大大咧咧，随便喝人酒，唱歌又是跳舞。张先生，你怎么说我姑娘呢？我怎么说你姑娘？我知道你姑娘什么意思，就是相中我们家明川了。毕竟我儿子很优秀嘛，对不对？昨天刚升的主管，现如今不是什么孩子都能跟我家孩子一块玩的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你姑娘穿的挺立着，她有单位吗？有5险1金吗？叔叔，这是我名片，多多指教。谢谢。天和集团副总裁，儿子，跟你一个单位的。看见没，你姑娘是天和集团副总裁，她是副的，哎，我儿子是主管，他是主的，那副总裁有主管大吗？太搞笑了，副总裁呀。那总裁是谁呀？我前夫。您姑娘真优秀。佳佳，
你咋到这儿来了呢？公司新提了一个主管，我来家里慰问一下。老板，你变得好快哟！闭嘴！佳佳，不管你为了什么，你既然来了，我就希望你能理解我。你已经长大了，有自己的工作，也有自己的生活。妈妈有点爱好，跳跳舞，交交朋友，这不过分吧？你看，一样，那现场的气氛挺尴尬哈、哦。那个，我当小辈儿的，我想说两句。我觉得，甭管您跟我爸是弹弹琴还是跳跳舞，我都没有意见，我也没有权利有意见。我觉得黄昏恋就应该跟正常年轻人的恋爱是一样的，没有必要搞得就像比谁低一头似的。老板，您看我爸这么多年一个人带着我，您母亲带着您，真的付出的太多了。为了让我们快乐，他们放弃的也太多了。我觉得他们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岁数，是不是也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了？我想说的我说完了，气氛仍然是这么尴尬啊！爸，你们聊着，我哪儿凉快哪儿待会儿去。妈，我去看看他上哪儿凉快去了。你们唠着。杨女士，你没生我气吧？没有，张先生。哎，你儿子看着挺内向的，他说出来的话呀，确实有道理。嗨，没有你女儿优秀。你家佳佳长得不像你哈？像他爸，脸大。你儿子长得也不像你哈？像他妈，宽。哎，张先生，那咱俩今天就别跳了，索性啊，陪两个孩子一起吃个饭。哎呀，求之不得呀。那请吧，杨女士。谢谢，张先生。